形容同教育有关，来看眼人的总体报道。台湾158件的台中养狗，国立碑有50件，后生的超过15300人5件呢。同世界一流大学比起来，规模如果小哦，古所教育资源也会重复多。部分的国立大学都开始打算提征兵，上海大鹏案呢，整合资源，扩大规模，提升竞争力。按的收支发挥影响也会过少一些，教育部也感觉按的喜好，故所因此大学征兵唔会少系本单嘅额数经费，唔过按你嘅计划，煞引起许多嘅学生嘅教育嘅反对，一少数高强会受到影响么？二少两强好高嘅征兵，无相应嘅制度理念也都唔抵教得多么？台湾高等教育面对的挑战，除了认真要下四年的进攻建设，太好太多建的，实质到教育资源归有限头。因多年来有一道太好，就先车征兵合作，要下基金提高学校计划书本教育部的分配由清华太好同新竹教育太好，高雄惠阳科技太好同高雄体育科技太好，韩国唐工相关合作含地讨论的，由交通太好同阳明太好推动太好同推动综合好教。其中清华大学同新竹教育大学的合并案，共计10年，总共上每条镇教学单位的架构，从海港清泰科技两位同竹高泰的艺术人文两位结合，安尼就会是一个韩国多用的综合性大学。而从1806年合并造成。不过学校内反对的学生的就争议，两个无相同的学校无相用的两位强行合作，有一天为两个学校合并，将作为地下。当你合成一个学校的时候，它后面的这个 supporting 也好，整个制度也好，它会成为一个制度，所以它在这个协调面上头啊，它可以减少很多的问题。清华大学教房主管用言好教刘合斌，除了运用资源为韩国友好，行政效率每位提高。从业来看，面对未来的挑战，从爱爱争取竞争性的计划部署，每位认真好教合斌的申请内容为韩国完整、韩国创新，等教好研究能量提高位，对行业一定站未太好，就韩国群内学生的人数稍微少一些的时候，一方面他照顾学生。二方面，他在这个自己的发展上面，他会有更多的余裕，借由这个整并，能够让生思比能够朝向这个一流大学的这个目标来走。南外强加店一条西路位，同清华大学两家标的交通太好，公外合并就无安生事业。民国90年，就同阳明太好强的合并营业数，一直到90年代，高泰将通过合教偏蒙流，不结合两间学校各个最认真的研究两面，天地之心同社会以后各方研发，希望在全世界的以后教育当中，会有创新的发展。加成的概念啊，来啊谈啊两校合校以后的可能新的啊一种发展的目标。新的机会，而不是说是削减资源的模式降低负担，这不是我们所考虑的东西。不过合教偏蒙流的五台目标，由三方共同以后工厂同生命共好，也要创新无共用两位的合作。南外外整企业建设资源，每度注出生意两位，也看在本单两间合教，如果强迫症的人文社会合作无主条方，就有得位受理。人文社会的投资能够更好，我觉得这个对。两校合校之后呢，作为一个大学哈，这个理念就更能够实现，而不是说只是好像让某一个研究领域变好。我想大学的精神除了研究更好之外，我想那个教育下一个世代的这种理性公民的这种培养是重要的。韩国第5年2025阳明太后的教务评议后，有38票同意，43票反对，无通过合教偏蒙流。两间学校的合作课题未签订，外有阳明交通太好，怕行外等好久的。黑公用也在里的来看，因互相外征兵的学校，在推动高等教育转型加下，每种唔得填表体，太好国外有位从台接引，在提升规划的学术水准以外，行外保留多用的教学同讨论，安内将会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当中，培育出合乎社会发展的人才。下个新闻，齐永尊、陈新义、新竹报道。